各位朋友，立法會議員應邀訪問上海咧，而家已經有50多人報名啦。咁啊，今次啊，究竟嚇大家對呢一次嘅啊會面係咩定性嚇？將個會面嘅高度睇成點樣？係真正嘅溝通，亦或係一個統戰嘅策略？大家用乜嘢態度去處理佢，同埋嗰個希望得到咩結果咧？今日就係我哋請到5位啊台上講者嘉賓咧，同你傾傾嘅用意。個題目就叫做立會訪護就扭扭令令，咁後邊咧係有個啊問號嘅，咁啊坦蕩溝通，盡訴民情，希望大家可以借住呢個機會咧，將香港意見咧反映去俾啊相關嘅官員。咁啊請到五位朋友咧，就首先介紹一下咧，喺我旁邊嘅係李慧瓊議員，係立法會議員民建聯嘅代表，歡迎你。大家好。旁邊係黃碧雲議員，立法會議員民主黨嘅代表，歡迎你。仲有係張達明教授，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嘅首席講師，歡迎你。大家好。仲有是梁国雄先生，是立法会议员社民联的代表，我有权普选，无需共产党批准。好，仲有是梁家杰议员，立法会议员公民党的代表。大家好。咁啊，就係现场是有3间学校系应邀出席嘅。首先介绍是厂商会中学的老师同埋同学，欢迎大家。旁边是李求恩纪念中学的老师同埋同学，欢迎大家。在我正后方嘅系中华基督教会铭贤书院的老师同埋同学。歡迎大家。好啦，我首先訪問要請大家講講咧，究竟今次嚇大家睇呢一個咁嘅訪問，係覺得佢係一個真正探取香港民意嘅好好機會啊，抑或係一個 show 嚟噶？大家點樣睇呢樣嘢？究竟用乜嘢心情去參與呢件事咧？邊位有興趣講先？我講下啦。好，即係我就覺得咧，就用扭令嚟形容呢一個民主派參與呢個團咧，就唔係好正確。咁我哋都係好嚴肅、好認真咁對待呢一次上海之行。咁但係我哋認為呢一個上海之行咧，最主要都係同中央政府嘅官員咧，要有一個直接嘅溝通同埋對話，同埋集焦去討論政改。咁我哋就覺得呢一次應該唔係一個政改嘅談判嚟嘅，而係一個溝通嘅平台。咁民主黨好希望咧，就係反映香港市民一路好希望爭取嘅民主同埋真普選。咁我哋都會好認真咁詳細講真普聯嗰個三軌嘅政改方案。咁我哋好希望咧，係呢一個三軌方案係可以成功，亦都希望呢一個溝通同對話唔會因為上海團一次就叫做終止，而呢一個持續溝通同對話咧係需要繼續進行嘅。坊間好多人問一個問題，就民主黨點解唔派譬如劉慧卿啊呢一類咁嘅即係資深啲嘅朋友去咧？點解？嗱，民主黨嘅主席咧，劉慧卿就講佢自己唔去嘅嚇，有佢個人嘅理由。咁我哋係經過中央委員會同埋黨團嘅一個好詳細嘅考慮。咁我哋而家係會派出善仲佳係我哋黨團嘅召集人。咁我咧亦都係政制事務嘅副發言人，咁所以我哋認為呢一個安排好恰當嘅。係唔係同上一次去入最中聯辦嘅後遺症有啲關係咧？應該冇關係嘅，我哋仍然覺得這個嘅對話，我哋好認真咁對待，但係我哋都唔覺得一次上海之行就會為政改咧拍板一錘定音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階段咁樣嘅安排最適合。OK， 我哋再聽聽有冇其他朋友想發言。嗱，如果你話一有邀請，略反應，咁就叫做不扭令咧，我做唔到，因為今次咧其實係受命於香港人嘅民主派議員咧，第一次有機會面對面向代表中央嘅官員咧，係去陳述香港人點解要爭取一個冇篩選嘅真普選，做真老闆，2017咧先至管得到香港。咁所以我哋提出嘅要求呢，就只係話要有一個係同代表中央嘅官員單獨嘅會面，我覺得呢個係合情亦都合理。咁最初嘅時候呢，冇人應我哋呢個要求㗎喎。咁直至到呢上星期日呢，就我哋嘅主席亦都係團長啦，曾玉成議員呢，就喺一個電視節目嗰度呢，就話泛民主派呢個要求冇問題啊！咁佢都相信安排得到。咁既然我哋嘅團長都咁講啦，咁我哋都要盡我哋嘅言責咧。所以我哋姑且一試。我亦都覺得今次究竟喺上海嘅時候，代表中央嘅官員佢表達嘅態度、佢嘅言行，唔單止我哋與會嘅立法會議員睇得到，
亦都大家可以透過電台、報紙、電視，香港人都有一個論斷嘅。所以我好希望今次呢係一個開始，希望開咗一個好嘅頭，而特區嘅市民呢會睇得到中央係真正有商有量嘅，唔係話冇商冇量決定要做篩選。因為如果真係你表達咁嘅態度呢，我相信今次嘅會面係最後一次㗎啦。嗯，好啦，你剛才呢就講話姑且一試，咁但係貴黨就派出嘅代表成員呢就比民主黨仲多㗎。呢個中間係發生啲咩事呢？究竟係點解會你哋會咁多，對方又咁少呢？坊間好多傳聞喎，就話啫，你哋大家互相交波咁，係咪咁嘅情況？哦，呢啲太多猜想，亦都係我覺得冇基礎㗎啦。咁我諗大家睇到公民黨呢，自從創黨以嚟呢，唔單止喺講，亦都做呢，我哋都係擁抱溝通嘅。咁我哋今次只係貫徹我哋一直創黨以嚟嘅立場同埋作風。咁我好希望呢，今次係一個有意義嘅會面。好，其餘三位有冇邊位想發言？其實我就唔識得判斷呢，係唔係統戰唔統戰啊，做show唔做show。不過反為我哋真係好深切希望呢，今次政改可以傾一掂數，香港人呢可以有一個真真正正的普選，它可以是一個有選擇之下的真普選。那我希望今次之行呢，就是各個議員呢都可以堅持原則，亦都可以是真誠地代表香港人去講說話，給到我們一個有一個真真正正的普選。好，梁國雄，你就講明啊，話要嚇，即係比較正面啲啊，同佢哋嚇交換意見嘅。咁啊，直斥其非。係啦。咁啊，你大人質了之。喂，如果係直斥其非咁，你都係國粹嚟嘅啫，冇外國嘢啊。咁個後果可能會相當之尷尬嘅話，會唔會啊？冇嘅。嗱，各位同學，我點解叫你攞定筆記簿咧？嗱，我就要送呢本書俾阿李飛同埋李飛先生同埋阿黃國華先生，呢本就叫《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對人民的莊嚴承諾，包括那些伯伯呢都可能是聽過的。嗱，這本書就是共產黨1944年是跟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的時候跟中國人的承諾。他就說呢，因為現在的節目呢就是太過沒什麼時間，我都想讀出來的，是不是？他是怎麼說呢？就是因而有選舉權存在，就同時有被選舉權存在，如果被選舉權受了限制，則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了限制。具體地說，假如某些人民被剝奪了被選舉權，則有選舉權的人就不能去選舉他們，因而選舉權的運用也就受限制了。這個是共產黨鬧國民黨假民主，1944年，今年是幾年？今年是70年。嗰陣時係日本帝國主義打緊我哋中國，而家我哋已經係大國，點解唔可以俾翻共產黨70年前嘅尊嚴俾翻我哋？呢本書大家翻去買，你慢慢睇，各位老師，呢本書中共自己70年前嘅承諾，唔係喺基本法嘅承諾，係70年前嘅承諾。佢喺基本法話有普選，就係由70年前嘅承諾嚟兑現嘅。我就係話俾李飛聽，黃哥阿聽，你哋係中共黨員，你識唔識呢啲嘢？識嘅，憑良心講，憑良心講，就好似綠社一樣，憑良心講，殺人啱唔啱？我上去就講啲嘢。好，有人咧就話咧就係大聲，你未必代表惡啊嚇！你剛才好大聲，因為呢度後面好嘈。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另外有句説話咧，就係話，其實有道理嘅時候咧，細細聲講咧，都可能更加有效嘅。咁你如果用呢種方法上去同北京溝通，會有冇效咧？老實講，我喺立法會都朗讀過呢段嘢，我都問過李慧瓊議員個黨，我就唔會點佢名嘅，係咪啊？佢唔係最差嗰個，我就問阿葉國謙多啲嘅。嗱，其實呢啲嘢係你自己承諾嘅，你自己欠落嘅債，欠咗70年。對我哋講就17年，咁你要幾多個17同17、70先？人生有幾多個70年先？我問你攞返啲嘢，你話可以話長毛，喂，笑笑口講得唔得呢？笑笑口講可能效果好啲喎。不嬲，我都係同佢笑口，同阿邊個？同阿張曉明，唔係張達明，我都送咗呢本書俾佢，我唔知有冇睇㗎。
佢嚟立法會嘅時候，我仲送咗首可能佢魯迅嘅詩俾佢，我唔知識唔識聽喎。呢啲嗱咁樣咩叫做國教呢？我哋愛我哋國家，愛我哋民族，係要識歷史啊嘛，係咪啊？呢、這個全部講歷史嚟㗎，抹唔甩㗎。但問題呢、這個始終係一個政治嘅一個對話呢，如果係一開始嗰個氣氛搞咁僵嘅話咧，又係即係話不投機嘅半句多咗。一個國家，如果一個政黨連自己欠落人民嘅都唔能夠兑現，一個國家唔知自己嘅歷史係冇前途嘅。好多謝你，李慧瓊。香港都回歸咗16、17年啦，我認為咧，全體立法會議員到國內考察交流嘅呢啲機會實在太少，嚟得太遲啦。咁啊，我好希望咧，大家都可以珍惜呢個機會，建立一個持久而互信嘅溝通平台。呢個係一個開始，亦都希望咧為將來嘅溝通咧係搭建平台。我認為咧，如果做到呢個成果咧，今次上海之行咧，其實會攞到實質嘅意義嘅。咁當然咧，喺呢個關鍵時候，大家都談到政改，咁我哋都係希望大家都明白嘅。其實今次係亦都係機會難得去傾政改，因為有負責港澳事務嘅王光亞主任，同埋有權威嘅基本法專家李飛主任咧，就直接可以同全體立法會議員對話。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國家對香港起普選嘅承諾咧，就係莊嚴咁寫咗喺基本法。咁我哋有一個合法嘅普選路徑。咁所以咧，所有提出嘅方案咧，我都認為咧，按住基本法行咧，先至能夠帶俾我哋普選。如果唔係咧，就會係變得緣木求魚同埋不切實際咯。咁我覺得，如果大家翻返基本法，揾翻一個合法嘅普選路徑咧，就讓我哋可以達至基本法底下俾我哋嘅普選。主席。我唔係好同意李慧瓊講法，因為即係我讀嗰段嘢咧，中華民國啊，即係蔣介石宣誓嗰個憲法咧，都係話唔應該普選嘅喎，因為呢就係共產黨點解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同埋其他民主黨派係叫共產叫呢個國民黨交出政權，再唔交國民黨打共產黨，就咪還擊咯。今日和平時期無需要打仗，係咪話明和平佔中俾你搏，係咪先嗱？如果你咁樣講，李慧瓊，你係咪即係話當年共產黨係個叛亂團體咧？國民黨一黨專政就要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就唔使反對，係咪啊？咁嗱，老實講，你咁樣講，我都服咗你，即係講咩咧？講權勢不講呢個道理咯，係嘛？如果國民黨一黨專制唔啱，共產黨同其他嘅民主黨派開政協會議，要求國民黨還政於民係啱嘅。我哋今日。都冇叫其他民主黨派去同你講數，我淨係話喂，唔該你睇睇歷史，睇睇現實，睇睇你哋自己嘅莊嚴承諾，我有錯？我話俾你聽，如果你咁樣講啊，真係教壞細路啊！各位你哋知唔知啊？唔係講有冇道理，係有冇權勢。好，俾阿李慧瓊答你啊！我相信咧，大家都好尊重法治嘅，咁啊，長毛議員就攞咗呢一本書。咁我哋咧就攞緊基本法去講，其實大家都明白咧。你中國憲法都改過四五次啦，我問過你。其實頭先咧，你發言嗰陣咧，我都冇打斷你。不如你讓我先講啦，好嘛？阿梁國雄議員。唔係因為我冇時間。係咪？因為其實大家都冇時間，係咪？ Okay. 我哋好想行前一步，我哋作為政治領袖咧，有責任帶領香港市民咧。帶領香港的民主進步，而按照基本法咧，係唯一讓我哋可以行到香港普選嘅路。我問你，中國憲法改過四五次，點解要改啊？就因為時代變咗啦嘛。你個承諾係普選，如果你哋立嘅基本法係阻住普選，唔該改基本法。嗱，呢個我都認為咧，將來咧。法律咧係必須與時並進嘅，但係而家咧我哋未你讓我先講啦，梁議員。但係而家咧我哋未有一個修改基本法嘅路徑啊嘛，喺未有呢個路徑前，我哋只可以按照而家嘅法例，呢個係法治精神嚟噶嘛。我哋可能對好多嘅法例不滿，但係未修改前，我哋係要按呢個法例噶嘛，係咪？唔好意思，時間到。好啦，第二個回合咧，我想同大家講一講咧，究竟今次嗰、那個同內地溝通咧，有啲乜嘢策略部署係可以做嘅咧？就而家咧最近咧就出咗兩個方案，一個咧就係陳方生個香港2020，另外一個就有十幾個學者咧就出咗個方案嘅。咁呢啲方案咧，似乎咧都係慢慢咧就係、是、向呢個中間啲嘅路線去邁向嘅。咁其實呢一個咁嘅現象係唔係可以令到？大家泛民嘅團體係比較有少少多啲考慮嘅餘地，去諗諗自己嗰個方案係咪可以多少少大家提出嚟可以傾嘅咧咁。
邊位有興趣講先？不如阿張教授你講過先啦，話你有份嘅教授。OK， 現場嘅朋友請靜一靜，好唔好啊？呢位戴白帽嘅伯伯，你請你坐翻低，好嘛？到你講嘅時候係你講。嗱，你坐翻低，你諗清楚，因為好多時咧，以前咧我俾你講嘅時候咧，突然間你唔知道自己講乜嘢嘅，咁呢個好尷尬嘅，好嘛？你如果想講，你諗清楚自己想講咩，好嘛？其他朋友靜一靜，好嘛？請就係張教授。係，幾日前咧，我哋十八個學者咧，即係推出咗一個嘅方案。咁我哋呢個方案咧，其實一個基本嘅底線咧，就話我哋係需要符合一個國際標準，而係可以達至到一個真正嘅普選。但當然我哋亦都了解到嗰個政治現實咧，我哋就變咗做咧，我哋成個方案咧，基本上係完全符合得到基本法嘅框架，亦都符合到咧最近中央呢個官員或者建制嘅人士佢所講嘅要求，完全係冇去架空或者削弱到提名委員會個實質提名權，反為我哋引入咗一個公民推薦呢個程序，希望可以讓啲提委會嘅成員可以更加恰當咁樣行使個權力。一過往咧，我自己做過幾屆嘅選舉委員會委員，知道咧過往黑箱作業嘅，你要揾人去提名你咧，你係要私下叩門啦，跟住嗰啲人咧，我做委員會我都唔知道嗰個人係一乜嘢料，佢有咩文望，乜都唔知。咁只能夠靠聽啲小報告啊，或者傳媒講話邊個中央屬於邊個啊等等啲嘢，佢實乜都睇唔到嘅。所以我哋正正我呢個方案咧，係希望解決呢個問題，引入咗個推薦程序，相信對建制派都有個好處，就話佢哋有意入閘嗰啲人就唔使靠小報告，唔使靠即係話去中聯辦某啲官員嘅所謂恩准，而話佢哋都可以，譬如上一次睇到噶葉劉啊入唔到，范太啊入唔到。但係若果我哋有呢個推薦程序咧，反為對於一啲中央可以接受一啲建制派嘅人士，佢都藉住咧推薦程序，可以將佢嘅政綱、將佢能力展現到出嚟。如果佢爭取到足夠民意，佢同樣可以有機會入閘。當然對泛民嘅朋友同樣亦都可以咧喺嗰個過程裏面爭取到一個民眾嘅支持，以至佢可以入閘。啊，李慧瓊舉手。其實咧就我好多謝呢段時間提出唔同嘅方案啦。咁我都有注意到學者提嘅方案，我認為係進步嘅方案，起碼咧向基本法咧係行前一步。起碼我自己睇到冇公民提名啊，咁呢個公民提名對我嚟講係一定係直接違反咗基本法。咁但係講翻公民推薦咧，其實我自己都參與好多選舉啦。其實公民推薦即係市民推薦咧，過去唔同嘅選舉咧，一直都有用嘅。我亦都相信咧，第時有冇一個咁嘅程序，一定都會有呢個公民推薦嘅事實會出現嘅。大家可以想像我哋立法會議員，當我哋報名宣布報名參選嗰刻咧，其實已經每段時間喺唔同嘅區域咧，已經做緊公民推薦嘅程序。咁所以呢個並不是新嘅概念。不過我睇到咧就係、是可能唯一睇如果同基本法四十五條就會問一個民主程序嗰度咧，唔知點樣去了解啦。咁即係我覺得可以大家再討論嘅。OK， 嗱，講起民主程序咧，最近政府嘅新一輪嘅嗰個宣傳片咧，我覺得佢係故意咧將民主程序四個字抹咗去嘅。李慧瓊議員如果留心睇咧，林鄭係專登講咧係話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嘅。就好方便地咧，將民主程序抹咗去。公民提名為我嚟講，到目前仍然係最有效抗衡篩選嘅，令到香港人確保做到真老闆嘅一個程序。四十五條基本法咧並冇違反，點解呢？民主程序係要透過本地立法嚟到確認係一個如何嘅程序。當本地立法嘅時候係可以將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入法嘅，呢、這個入唔入法係一個政治嘅決定，並非法律嘅不可能。首先要講得清楚。咁另外呢，我當然希望林鄭月娥呢都要解釋一下，究竟佢點解係將民主程序呢幾個字呢係省咗去。咁所以我從來呢都冇離開過基本法，亦都不存在重歸基本法嘅問題，我亦都希望李慧瓊議員咧喺呢一方面能夠明白。所以我覺得而家咧最緊要嘅唔係淨係話泛民主派嘅議員要珍惜呢兩日喺上海之行，我相信中央人民政府亦都要透過佢代表係珍惜上海之行。譬如頭先阿峰哥你問嘅，呢、這個
最近嚇有2020嘅方案，有18位學者嘅方案。究竟黃光亞、李飛同埋張曉明會唔會喺會上都俾個睇法呢？如果你係有商有量，你唔能夠話民間盡咗我哋嘅誠意，譬如佢哋表達咗最大嘅誠意啊，最後係咪得到支持，係要睇大家市民點睇嘅，亦都不在我梁家傑講嘅。但問題就係，起碼佢哋表達咗誠意啊。咁但係如果你話中央出一個打低一個，呢樣唔得，嗰樣唔得，但係佢又唔講佢嘅睇法，咁咪就係冇商冇量實現篩選咯。我希望呢個態度唔會喺上海見到。好，梁國雄議員，嗱，即係我覺得咧，我哋唔係話冇得傾啊。公民提名，不過話佢嘅意思又係乜嘢咧？你提名委員會，你點樣去揾你自己嘅人？小圈子揾人，我唔理。但係如果我能夠徵集到，譬如講話100,000個選民嘅簽名，你就應該俾我去選特首，就咁簡單。嗱，其他人佢玩奸謀，佢自己閂埋門揾個候選人，我哋唔理佢，其實已經係一個妥協。嗰、那個係九窿嚟嘅，咁佢哋喺九窿捐出嚟，我哋冇問題。但係我唔能夠俾個九窿反制我噶嘛，係咪啊？所以我哋係與人為善嘅。我同呢、這個如果我上到去見到黃光亞先生，我都係與人為善。你哋鍾意玩你哋嘅僭建，你嘅事；你哋鍾意點樣揾你哋小圈子揀人嚟選特首，你嘅事。只要所有嘅人都要全部，包括啲老師，如果佢想去競選下屆特首，揾到70,000或者100,000或者150,000，你可以定嘅。定咗之後就所有人都可以跟呢條路行，咁係咪公平先？你哋自己鍾意享受特權已經算，呢、這個已經係最後嘅底線，呢、這個已經是普及平等的选举权里面，我们拿回个剩余权，我们不去管人，剩余回给我，那个普及平等那个原则给回一些东西我，就是说你喝四碗，你喝死吃四碗饭，给一碗饭我吃，这么简单，那你想怎样先、okay. 喂，这个完全是一个对于基本法看到他们这样讲，我们说不如这样了，是不是？如果我一个人出来选你输了，你这样你讲什么先？好，你敢不敢跟我选先？好，唔該曬，黃碧雲。民主黨咧一路而家支持緊嘅係一個真普聯嘅三軌方案。我都想再強調，三軌方案提出嚟嘅時候，我哋認為佢係喺法理上邊冇違反基本法嘅，因為我哋仍然係容許提名委員會可以實行佢嘅委員嘅提名。但係我哋而家講緊嘅就係話，希望廣受市民支持嘅政黨都可以提名候選人，然後公民集結起嚟，1% 都可以提名候選人，而提委會經過驗證係達到我哋講嘅標準嘅時候咧，佢係要予以確認嘅。意思即係話提委會係唔會否決得到市民支持嘅政黨同埋公民嘅直接提名。我哋而家講緊就係話唔係唔俾提委會提名，基本法提委會嗰度係存在。我哋不過希望佢喂俾條路我哋行得唔得啊？好，李慧瓊。大家都記得咧，基本法頒布嘅時候應該係90年代，當時其實45條已經存在。咁啊，提名委員會呢個安排咧，就唔係今日設出嚟咧，話要去整一啲新嘅門檻嘅。當時諗落實，我又真係有啲掹緊啊！因為你淨睇啲45條，你睇唔到有咩機構提名啊，諸如此類呢啲咁嘢噶嘛。所謂民主程序，大家當時諗嘅民主究竟係咩嘢？就係即係我哋一路沿用嗰啲啦，咁樣啊。地嚟嘅，冇僭建物嘅，係有笪地。唔係嗰個。Okay, 俾我應該話咧，嗰條四十五條咧，絕對並非僭建物。嗱，咁我一路聽到咧，大家對公民提名個演繹咧，就係話當攞到一定嘅市民提名之後咧，提名委員會咧就必然要提名佢。咁呢點咧，起碼我嘅理解咧，就係削弱咗提名委員會作為唯一提名特首候選人嗰個權力。咁呢個咧，我亦都喺基本法推廣日當日咧，聽到另一啲香港嘅法律學者都有同樣嘅意見。咁正如我多次講啦，咁如果大家都係有商有量去研究咧，因為基本法嘅演繹除咗係我哋香港嘅市民，亦都包括中國嘅法律學者，咁亦都包括係唔同嘅持份者。咁我哋希望咧，翻去基本法框架咧，揾一條路可以帶領香港市民行到去普選，係咪一個合法嘅普選？呢個係重要嘅。張達明，張達明就係啦。阿長毛，你俾張達明講先啦。你咁樣嗱，你咁樣講嘅時候，如果你民建聯你去選舉，我叫選舉事務處睇睇你有冇選，你制唔制先？好，張達明。第二，我俾中國本土都唔係實行你哋嗰種制度㗎。
人大院級以下嘅選舉係直接選舉嚟㗎。或者我講講咧，就我自己睇法咧，就係公民提名係咪符合基本法咧？我同意梁家所講咧，其實係政治問題多過法律問題。但當然我哋就了解一個政治現實咧，咁我哋個提出一個咧，你可以講話係一個非常之溫和務實。亦都係可行，亦都希望可以為中央接受嘅。咁都多謝李慧瓊議員咧，都比較正面咁樣肯定嗰個方向。我亦都希望咧，即係中央可以擺出佢嘅誠意咧，係俾到我哋有一個真正嘅普選，唔好再講啲咩全票制啊，要一半嘅提名委員會嗰啲人批准先至可以入閘。呢個一定係一個假普選，亦都香港市民我哋完全唔會接受嘅一個方向。好，我哋休息陣間先，第三節繼續討論。OK， 我哋第四節而家翻嚟啊，現場比較亂啲嘅警我哋要求警察咧就係同我哋處理一個觀眾嘅秩序嘅問題。不過我哋翻去台上咧繼續講先。黃碧雲，你係咪想回應其他朋友嘅睇法？而家請講。我都想回應一下啦，因為剛才聽到李慧瓊講啦，就係好擔心咧係公民提名係叫削弱咗提名委員會嘅權力。即係我哋呢排都聽到好多嘅，就係、是、反對公民提名嗰啲都講咧，就係話你如果唔係俾提委會壟斷提名咧，你就係叫做架空啊、削弱啊等等。咁好似咧就係、是、將提委會擺到高高在上嚇、啊，就係、是、脱離咗群眾嘅。咁我覺得成個提名咧，我覺得最緊要就係話公眾係咪有參與嘅權利，民意亦都係好重要嘅，唔可以下下拎基本法嚟壓民意。咁如果市民係真係好想有參與提名特首候選人嘅權利，又或者好受市民支持嘅提名係嚟自政黨嘅，我覺得提委會係應該回到民意當中去，係接納另外嗰兩軌同佢哋並行嘅。OK， 好。其他朋友有冇就呢個點係想發言嘅？唔係，我再重申一樣嘢咧，就係喺而家四十五條呢一笪地方咧，就好似一塊處女地咁樣，你種乜嘢，你起咩屋係可以大家商量嘅。咁而家共產黨嘅方法咧就係咩咧？就係佢唔會話佢做乜嘢，你講親嘅佢就話唔得。呢個係一個叫咩剔除法，剔除到佢自己嘅答案得咧，就話得。呢、這個就等於好似呢、這個蕭伯納一個大英國大文豪啊 Bernard Shaw 咁講。佢話個外婆同個孫女講：喂，你隨便揀男朋友，你有戀愛自由。不過 okay, 如果你揀得啱我嗰、那個咧，梁國雄議員，我要控制喺現場秩序先嚇。現場嘅朋友，而家咧就係有一個朋友咧，我認為佢係擾亂我哋呢度秩序嘅。我個保安請你行出去。你唔好喐手喐腳啊！話俾你聽，呢度警察好多噶。你有咩事咧？你要對法律負責嘅。OK， 好。仲有冇阿張教授？係。頭先咧就阿李慧瓊議員問到咧，即係民主程序嗰度咧點樣演繹啊，成咁樣咧，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其實你成個提委會嗰個職責咧，其實係提名一啲有實力嘅人，係俾到香港人可以有真正嘅選擇，無論佢嘅政見係點樣。呢、这個佢哋嘅職責，佢職責唔係要篩走一啲佢唔中意嘅人，咁啊成個民主程序咧，佢一定要配合呢個咁樣嘅目的係去做。所以我哋建議嗰個公民推薦咧，只不過係俾多啲資料你，等你去作呢個決定嘅時候，你可以充分參考到民意。咁呢個咧就係完全符合翻四十五條嗰個嘅精神。但我哋一定要設計咧個門檻，你一定唔可以高過目前嗰個選委會1%嗰個門檻。否則咧就會構成一個不合理嘅限制，可以俾到提委會去操控到嗰個提名權，呢、這個就唔符合嗰個國際標準，亦都唔係一個真正嘅普選啦。OK， 梁家傑先講一句咧，我留意到咧政改三人組咧，而家特別強調就係話你想唔想攞翻一票2017去投啊咁樣，但係淨係投票權咧，可能我哋中局啊2017係比而家更差嘅。因為你如果冇咗個提名權同埋備選權咧，同一班造王者去決定放邊個入閘參選，呢、這個當選人就會為同一班造王者服務。咁我哋只係向一個專權者臉上貼金，689都冇得你叫嘅。好，李慧瓊。
其實呢，我們大家都是想帶香港去普選。我剛才呢就很強調法律的問題，也有政治的考慮。其實大家都很清楚一個實際運作，每一個政黨，包括大家的黨派，包括中央，包括共產黨裏面，可能決定給香港怎樣走普選呢，都有一班可能是保守一點，有一班是開明一點的。為什麼我一直呢希望大家回到基本法裏面去提方案呢？因為呢，如果我們永遠都是拿佔領中環，或者拿一些起中國法律學者來講，起碼權威法律學者來講，已經是完全是脫離了基本法45條那個講法呢，我估呢就會令到保守派呢是那個影響力會更大。其實我們大家爭取一個比較低的提名門檻，我們都不能夠排除提名委員會。正如我一早已經說，45條不是今日定的，我們今天都不是討論怎樣寫基本法，我們是按基本法45條去走我們的普選。我當然明白香港市民的擔心，但是我們大家作為意見領袖也有責任帶領或者將我們意見講出來，讓香港真的可以走到去普選。是不是2017年冇普選是好呢？其實大家要想，即是真的冇普選的話，原地踏步的話，我認為不止原地踏步，是退步的，因為冇了一個時間表，係咪？這個我自己都希望呢，真係多一啲，特別係建制派嘅議員咧，佢可以同我哋一齊去爭取一個低嘅提名門檻，以至我哋嗰個選舉咧係一個真正嘅選舉，一個唔係一個篩選嘅選舉咯。如果用李慧瓊個講法咧？就冇，我哋冇辦法解釋到點解中國憲法會修改嘅。而家呢啲嗰啲中國嗰啲大資本家做生意做到板板聲，如果唔係修改憲法，佢係做唔到生意。好，做生意係犯法嘅。2001年先至修改完。咁個原因就係共產黨認為要修改啊嘛。你回應啊嘛。我想請教你，如果憲法即係中國憲法咁莊嚴嘅修改，基本法點解唔可以修改嚟？这个实现共产党庄严的承诺。OK， 我哋阿李慧瓊回应咗之后，我哋即刻落现场讲。其实我一开始都回应咗梁议员噶啦，我认为基本法咧行到一路行嘅时候咧，终有一日咧会谂到一个修改程序。但而家我哋未有呢个共识，不过大家亦都要明白喎，修改基本法并非香港人完全主导嘅，都包括国内嘅角色。到时修改咧，系咪一定系爭取到我哋想要都係一個問號，不過唔緊要。阿梁議員，請你尊重我，因為你講嘢嘅時候，我從來冇發言，我都係多次強調，一日未修改基本法，俾到普選我哋嗰條依然係45條嘅，咁我哋就要先按住45條呢一條去做。所以我哋多次都講，無論同中聯辦嘅早餐飯局，我都多次講，希望佢哋都可以讓香港人理解普選咧，都係可以循序漸進嘅。今次係個開始，將來係可以優化嘅。就有個講發言嘅機會先。邊位先啊？呢邊先係嘛 ？OK， 好，請。Testing。各位嘉賓主持大家好啦，我係嚟自理財經紀念中學嘅學生。咁頭先咧，經過各位嘉賓嘅意見咧，大家都有唔同啦。咁我就想問一問泛民議員嘅一個問題嘅。在上海之行的之前呢，我想问你们有没有想过会做一些较好的准备，例如做一个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去到问一下其他的民意会不会真的大多数认同这个的公民提名或者政党提名是必须的，令到泛民也都有更好的理据去到同中央争取这个真普选呢？好，唔该晒。明言书院。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明言书院，我就想请问一下梁家杰议员啦。看回刚才的讨论，有议员就坚持公民提名，亦都有议员提出是公民推荐，是可见泛民的内部会不会有这个分歧情况出现呢？到了上海之后，会不会大家仍然是即是各自表述，就达成不到一个一致的口径，向中央表达香港人对普选的立场，因而没有办法达成到实质的成果呢？多谢。OK， 唔该晒你。厂商会中学。大家好，我是廠商會中學中五的學生。咁我想問一問梁國雄議員啦，如果呢次上海之行嘅政改談判係破裂嘅話，咁你覺得有咩可行嘅方法可以爭取普選？又例如係佔領中環咁，你覺得係咪一個最可行嘅方法咧？好，唔該曬三間學校。咁好多題目都係針對泛民嘅立場同埋今後嘅措施。咁我哋休息陣間之後咧，翻嚟係再繼續討論。好，咁我哋聽返現場朋友嘅發言，請民建聯嘅代表。
好，我是民建联副发言人陈广石。好乐意见到咧学者嘅方案咧能够符合基本法，但系我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候选人咧有唔同嘅途径出现，会唔会俾人标签化咧？比如有啲人系提名委员会选出嚟，有啲人有公民嘅委任推荐，咁样会唔会俾人标签化，对其他候选人唔公平咧？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百分一嘅提委会赞成咧，其实就我觉得唔足够嘅，因为咧咁样唔能够体现到香港系一个多元化、唔同阶层共融嘅一个社会。我谂起码如果有一半嘅提委会能够通过，能够认可呢个候选人，先至合理嘅。多谢咁多位。好，因为今次咧建制派嘅朋友喺台上少嘅，我想请民建联可以周浩鼎，你可以唔可以帮手发发言，平衡下。我首先回应一样嘢，今日我听咗好多嘅意见，但有一个重点原则要讲清楚嘅。基本法系我哋香港一个小宪法，宪法嘅作用咧，其实就系保障我哋呢个社会嘅一个合理嘅运作，系运作到嘅，唔可能成日去改，或者唔可能咧系按照某一啲嘅人士认为对佢哋有利咧，我哋就用一啲嘅方式去解读。如果我哋睇翻历史咧，基本法裏面去講呢個提名委員會嘅操作方式係1988年嘅時候已經係提，當時係中英雙方大家都係同意，然後廣大嘅基本法嘅草委會亦都係同意咁去揀出去用，所以我哋覺得咧就係話提名委員會係有佢嘅作用，係可以行使佢嘅權力去決定提名邊一啲嘅候選人，就唔係咧去要按照人哋嘅意願嘅。我諗我哋要搞清楚呢樣嘢。好，新民黨、自由黨同埋民主黨請準備，新民黨先。是新民党王威顺，在政改问题上面，我们一直都是主张透过对话和沟通去缩窄分歧。今次我也很高兴呢，见到泛民的议员呢就能够从善如流，尊重民意，是促成了上海之行。我们也很期望呢泛民的议员呢可以藉着今次的机会呢，是去多些抱一个开放的态度，用心去聆听中央政府对于一国两制、普选特首的睇法和立场。好，唔该晒你，自由党。自由党邵家辉，咁就沟通就一定比唔沟通好啦。咁相信真心为香港好嘅市民咧，一定系乐意见到今次批嘅议员上去国内嘅。但系上去上面沟通嘅话咧，香港有咁多唔同嘅政见，有咁多唔同嘅方案。咩方案都好，总之呢都要行返基本法嗰套 ,ok? 唔好攞啲话土星又好月球又好嗰啲完全唔啱法例嘅话呢得个拗字。最后我想讲阿梁国雄议员头先呢佢攞本嘢就话共产党咩咩喺上面咩方法。我想提醒阿梁国雄议员，喂呢度香港我哋行唔系国内嗰套，我哋行一国两制嘅大佬。好，唔该晒。民主党。上兩個禮拜我叫李慧瓊唔好扮民主，佢冇理我。今個禮拜我叫你唔好扮法治，你咁支持喺基本法底下落實真普選，基本法有冇講過要有機構提名？如果冇嘅話，你支唔支持去到上海要求中央同埋啲京官唔好僭建基本法，加埋啲機構提名嘅元素落去？唔該。好，後面黃三個位。你好，我是民協的黃永傑。咁我哋咧今次係支持上海呢個副會，因為咧就係、有李慧瓊一啲嘅建制派議員咧，成日做埋啲誤導啦嘅民調同埋解説，俾翻我哋香港人即係有個原地踏步嘅篩選嘅選舉。所以我哋希望今次借呢個會面咧，可以打破同中央同埋泛民之間嘅僵局，達成普選嘅共識。好，唔該曬，呢度有位朋友，半分鐘好嘛，請掌握。係唔該，咁你哋可能唔知道，而家中央係集體領導嘅，就算習近平都唔可以拍板啊！香港嗰啲。人大釋法2005已經通過，又有一個釋法係嘛？如果香港嘅行政長官嗰啲先舉法要修改，以後嗰啲機制可以修改得到嘅。好，唔該曬。可以修改得到嘅，必有三分二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交俾人大，嗰邊先正式嘅個類。好，唔該曬你。我哋得翻好少時間，我想請阿梁家傑同埋阿黃碧雲可以做一個簡短每人三秒，請。好啊，李求恩紀念中學嘅同學咧，做一個廣泛嘅民調咧就趕唔切噶啦。但係咧，公民黨開咗個 Facebook 嘅 page， 咁歡迎大家咧係留意見。銘賢書院嘅同學咧，我答你咧就係、我好相信泛民主派嘅議員咧上到去咧一定會表達一個絕不接受篩選嘅立場嘅。
咁我希望今次係一個有意義嘅會面，亦都係一個好嘅開始。唔單止我哋可以盡言責，中央亦都俾香港人睇到有商有量。三秒。黃碧雲。民主黨咧就覺得，即係頭先民建聯台下發言咧，就話連百分一嘅提委會嘅提名門檻咧，佢哋都覺得嫌太過低，佢哋要搞到一半。咁樣搞法呢，即係我唔知呢個咪反映民建聯嘅睇法。如果係嘅話呢，其實係比過去嘅特首選委會嘅提名呢提到更高嘅。咁樣呢，其實呢就係話你借法律之名，其實你就要行一個操控政治，即係令到你唔中意嘅排除。